哎呀，太无聊了。哎，我整一下气泡。嘿嘿嘿。啊？气泡，气泡，能不能帮我拿一杯水？我被蛇咬了。你自己没有打手吗？我自己打。我的脚被蛇咬了，你看。啊！哎呦，还是真的呀！我帮你去拿，帮你去拿。给，哎，胖虎，你这被蛇咬了。会不会有毒呀？我也不知道呀，应该没毒吧？哦，没毒就好，要不然就得看医生了。有人好了。哎，胖虎，你干什么？你看我干什么？不干什么呀，我今天就看到活蹦乱跳的东西，我就想吃。他之前被蛇咬过，啊，胖虎，你不会是想吃我吧？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嘿嘿嘿！干什么呢？作业写完了没？没事，我俩到这玩的，我现在写作业去。爸爸，爸爸欺负我，吓死我了！宝宝好害怕呀！没事，宝贝，爸爸给你撑腰。